那边有两段式呢，你怎么从那边过来？昨天晚上。昨天晚上几点？不知道。你喝什么？高粱还是一般的？还是啤酒而已。威士忌。威士忌一罐拉冰。哦，持续不间断的。威士忌哦，哎，你还有套啤酒。先帮我签名，一半一半可以拒测，但拒测就是当场开单扣车、哦、然后要开18万，然后上到安全讲习，还是要扣牌照，还是要扣2年。好，就重买就好了。你可以重买一台啊，可以啊，可以啊。我、哦、来拒测了，我直接按喽。啊，男子骑机车因位移两段式左转啊，等逆向多项违规啊，远景拦下啊盘查啊，过程中发现男子无照驾驶。且浑身酒气啊，坦诚前一晚啊独自饮酒啊威士忌以及啤酒混喝啊，经警方告知啊酒驾相关罚则后，男子拒绝实施酒测啊，原警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啊，对其自单开罚18万元，当场扣车及其他违规罚则。